旅客朋友，本次列车已经驶入安徽省境内。安徽于清康熙六年开始建省，从安庆、徽州两地各取首字安和徽而得名安徽。东周时期，安庆是古宛国所在地，宛为美好之意，宛山宛水意为锦绣河山，安徽省简称宛即由此而来。安徽省地杰人灵，名人辈出，这里有洋务派领袖李鸿章、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、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的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、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、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等等，众多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是从这片热土上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的。安徽资源丰富，本省茶竹林特产丰富，全国十大名茶中安徽占四个，分别是黄山毛峰、太平猴魁、祁门红茶、六安瓜片。此外，广泛分布于皖浙赣结合地区的气味清香的屯溪绿茶也很有名，竹编制品舒成舒席，镍片细致薄软，曾在国际赛会上获奖。安徽是我国主要的中成药产地之一，名品有铜陵丹凤、宣城木瓜等。传统的亳州古井贡酒、淮北口子酒为荣获全国金奖产品。安徽大地锦绣多姿，文化古迹甚多，是中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。其中黄山为安徽山水典范，区内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温泉堪称四绝。九华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，景色清幽，香火鼎盛，现存78座古寺庙，以佛教殿堂与皖南民居相结合而独树一帜。曾被汉武帝封为南岳的天柱山，雄奇灵秀兼备。琅琊山以宋代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而名扬天下。此外，集中在歙县、乾县境内的明清民居、祠堂和石坊数以千计，历经沧桑而古貌犹存。其数量之多，构思之奇巧，石、木、砖雕之精美，举国罕见，是民间建筑的杰作，成为安徽民俗旅游的必游之地。除此之外，您还可以在安徽听到最纯真的黄梅小调和凤阳花鼓。热情的安徽人，欢迎您的到来。